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非洲的布莱德河大峡谷。布莱德河大峡谷呢是非洲第二大峡谷，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绿色峡谷，它仅次于纳米的鱼河大峡谷。大家可以看着我手边往后看，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布莱德河以及著名的三姐妹峰。接下来呢由我带着大家呢去一览这个布莱德河峡谷的盛景。